朋友荣翔今天告别式啊，很高兴所有朋友因为在没有发普文的情况之下都有来送他一程，是我们演艺圈的损失，也是我们这些好朋友的损失。我们现在就是顾着荣爸荣妈的身体啊，照顾千和，这个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会做，然后也谢谢各界，我们这么匆促只是在电视上面这样发布，大家都来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一直看着照片，有没有想到说什么想事情，内心在想什么？我昨天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天晚上还梦到他嘞，然后他叫我陪他散散步，我就陪他走一走。这应该是他走之前跟我最后的连结吧。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希望他一路好走，然后不要挂碍，家里面的事我们都会帮他照顾的。梦里面的荣翔大哥开心吗？他没讲什么，他就讲了说陪我散散步好不好，我说好，我们两个也没讲话，就我就陪着他在这边走来走去的。我真希望能够陪他再多走一点时间吧。